者在广场前随着音乐卖力跳舞，为苗栗台下马鞭号部落市集炒热气氛。苗栗县政府推展了原住民部落市集，透过部落市集的建制，作为部落共同产销的通路平台，来发展部落的产业。村民呢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卖他们的农产品，或是工艺，或者是文化活动的表演哈。马鞭号部落市集不只有部落产品销售，还有表演歌唱活动，吸引了许多观光客前来参观。在卖的东西都很特别。原住民的一些特色比较少看到，而部落市集带来的人潮也让摊商荷包赚满满。今天是卖什么？卖竹筒饭。销售怎么样？很好。都已经没卖完。对啊。游客刚来跟你购买。有，买那个我们自己腌的泡菜，还有高丽菜、大白菜。苗栗台下马鞭号部落市集从即日起每周六日营运，民众可以趁着好天气走访原乡部落，感受原住民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。记者曾志满在苗栗台安采访报道。